第一方呢，就是应该这个双座啊，就是加副座，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。然后第二方的话呢，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椅，就是坐灯椅的时候呢，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，左手在下面，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，放在这个膝下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，就是正直啊，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，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。然后第四个的话呢，就是这个颈部啊，就是、稍微就是往前俯啊，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，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，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。然后第五个的话呢，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，就是或者说是竖胀。第六个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。第七个呢，就是舌头地上上来，你要入座的时候呢，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，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，稍微就是坐一会儿。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，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，就是那种动脉，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。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手印呢，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，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，出三次气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，就是从无始以来，就是自他一切众生，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，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，就是往外排出，出这个三次气。这的话呢，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，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，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，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，对心里面观想啊，从无始以来，自他一切众生呢，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，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，就是全部往外排出，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。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，压在大腿的根，从两鼻孔当中啊，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，出三次勾气的时候，心里面也是观想啊，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，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，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，就是往外这个排出，就是这样呢，就是排这个三次气。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，还有这个缘起咒啊，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，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，获得这种价值。热热乐乐，啊，嘎嘎嘎嘎啊，咋唱咋唱呀，咋唱咋唱呐，哒唱哒唱呐，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，哈哈撒哈恰，热热乐乐，啊。嘎嘎嘎嘎啊，咋唱咋唱呀，咋唱咋唱呐，哒唱哒唱呐，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，哈哈撒哈恰。热热乐乐，啊，嘎嘎嘎嘎啊，咋唱咋唱呀，咋唱咋唱呐，哒唱哒唱呐，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，哈哈撒哈恰。嗡耶达玛耶达扎巴瓦耶达达克达唱嘎多，哈呀安德达克扎哟努罗达。要把的马下马那说哈，俺爷的马黑的扎巴巴黑等得看大堂个多，还要俺得等看咋有那罗达？要把的马下马那说哈，俺爷的马黑的扎巴巴黑等得看大堂个多，还要俺得等看咋有那罗达？要把的马下马那说哈。然后呢，就是为了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，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，以这样的这种菩提心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发的这个心，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，就是发起来。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，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，应该就是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，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，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，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，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，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，根本上师如意宝，您一定要垂念我，加持我，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，
然后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，就是圆满成果，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，就是全部迁出，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。这些境界呢，像上生命一样，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，让这个升起来。然后呢，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，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。我们先说在这边想跟词，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。前面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。我们先说在这边想跟词，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。前面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。我们先说在这边想跟词，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。前面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。一路，我们先说在这边想跟词，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。一面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一路，我们先说在这边想跟词，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。一面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一路，我们先说在这边想跟词，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。一面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一路，我们先说在这边。想跟词，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。前面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一路。粘完的衣服的话呢，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，光呢就是融入到自己的这个身体，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，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，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，就是安住，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，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，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，就是什么都不执着，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，安住就是。下面讲真实法菩提心有七支功，七支功当中，首先是定力支呢。我们向的时候呢，在佛像、佛塔，还有这个佛经、三宝所依面前呢，就是拜访一些这个花像啊，就是做供养。然后呢，就是自己先念皈依法性，以后就真正要观想。但观想的时候，在自己的前面虚空当中，要有这个上师三宝，还有呢就是本尊空性护法呢，就是如这个各种这个云雾居住一样的啊，就是云居就是密集。然后再观想呢，就是自己的这个，因为前面就是观想，就是三根本为主的一切的这种皈依处，然后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，就是幻化出这个就是成千上万乃至这个无数无边的啊，就整个遍满就是大地呢，就是像自己的这种这个身体啊，就是像自己的身体当中，就是发生有无数的身体，而且还有呢，就是三界轮回当中的无念无边的这些众生呢，就是一起就是像那个根本上是为主的这个诸佛菩萨呢，就是像这个定力口里面呢，就是念诵这个一些，比如说这大圆满这个信息修行里面要求是什么这个自所地王经呢，三十五部忏悔文呢，还有这个诸多佛化经呢，还有呢就是这个仙界潜伏经、基蒙这个什么这个初步经等等，就初步系等等，就是这些。然后做的时候呢，就我们平常的这个定力一样的，就是双手这个身体站起来的时候双手合掌啊，还有那个就是手呢，就是在这个定后肩，然后这个心肩呢啊，就是然后三处，就是我们平时的这种定力也可以，或者是自己呢就是一边观想一边呢就是放在一处，可能也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的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就是可大头或者可小头不管怎么样呢，就是这个五体投地，就是这个两膝盖和两手掌，还有这个前额，就是这三者这五者呢，就是就接触于地，这样的这个礼拜啊，这样的这个礼拜就是成千上万，我们一般要求是这个五十万呢，十万就是可大头，十万可大头的话，大多数都已经这个圆满了，就是所以在这里不用说，就观想的是很重要。如果自己这个五十万加薪修完了，也是早上起来白天呢，我们的是就为呢就是积累资粮和为呢一方面
一点一滴的三个。我的这个多年以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每次上课的时候呢，就是磕三个头啊，就磕三个头的话呢，一方面我也看一些其他的这个高僧大德都是在这么做，特别值得学习的。当然我们真理教室里面的人太多了，就是所以说大家这个可能就一直站直的。有时候是你实在是身体不能的话，那我们这个比如说出家人的话呢，用这个用标识就是自己这个毅力啊，就是这样也是可以的，就是不用这个好像磕大头的是只有一个人的事情，就是其他人都是无所谓的，就是那种态度啊，就也不能这样的。应该在这个三宝所依面前，自己心里面就是恭敬闻讯啊，就是有必要的，就是那站着也是就这样闻讯三次都是也是可以的。人再怎么多也是，你的药也可以就是弯一弯，也不需要什么这个花费很多的钱。所以这个念一点一滴的，早上晚上都要这个磕头啊，就这是一个事情。
下面讲真实法菩提心有七支功，七支功当中，首先是定力支呢。我们向的时候呢，在佛像、佛塔，还有这个佛经、三宝所依面前呢，就是摆放一些这个花像啊，就是做供养。然后呢，就是自己先念皈依发心以后，就真正要观想。但观想的时候，在自己的前面虚空当中，要有这个上师三宝，还有呢就是本尊、空性、护法呢，就是如这个这个各种这个云雾居住一样的啊，就是云居，就是密集。然后再观想呢，就是自己的这个，因为前面就是观想，就是三根本为主的一切的这种，这个皈依处。然后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，就是幻化出这个，就是成千上万乃至这个无数无边的啊，就整个遍满就是大地呢，就是像自己的这种这个身体啊，就是像自己的身体当中，就是发生有无数的身体，而且还有呢，就是三界轮回当中的无量无边的这些众生呢，就是一起就是。就是像那个根本上是为主的这个诸佛菩萨呢，就是像这个定力口里面呢，就是念诵这个一些，比如说这大圆满这个信息修行里面要求是什么这个自所地王经呢，三十五部忏悔文呢，还有这个诸多佛化经呢，还有呢就是这个仙界潜伏经、基蒙这个什么这个初步经等等，就初步序等等，就是这些。然后做的时候呢，就我们平常的这个定力一样的，就是双手这个身体站起来的时候双手合掌啊，还有那个就是手呢，就是在这个定后肩，然后这个心肩呢啊，就是然后三处，就是我们平时的这种定力也可以，或者是自己呢就是一边观想一边呢就是放在一处，可能也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的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就是磕大头或者磕小头，不管怎么样呢，就是这个五体投地，就是这个两膝盖和两手掌，还有这个前额，就是这三者，这五者呢，就接触于地，这样的这个礼拜啊，这样的这个礼拜就是成千上万。我们一般要求是这个五十万呢，十万就是磕大头，十万磕大头的话，大多数都已经这个圆满了，就是所以在这里不用说，就观想的时候很重要。如果自己这个五十万加薪修完呢，也是早上起来，白天呢，我们都是就为呢，就是积累资粮和为呢，一方面一点一滴的三个，我的这个多年以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每次上课的时候呢，就是磕三个头啊，就磕三个头的话呢，一方面我也看一些其他的这个高僧大德都是在这么做，特别值得学习的。当然我们这里教室里面的人太多了，就是所以说大家这个可能就一直站直的。有时候是你实在是身体不能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比如说出家人的话呢，用这个用表示就是自己这个毅力啊，就是这样也是可以的，就是不用这个好像磕大头的是只有一个人的事情，就是其他人都是无所谓的，就是那种态度啊，就也不用这样的，应该在这个三宝所依面前，自己心里面就是恭敬闻讯啊，就是有必要的，就是那站着也是就这样闻讯三次都是也是可以的，人再怎么多也是你的药也可以，就是弯一弯也不需要什么这个花费很多的钱。所以这个念一点一滴的早上晚上都要这个磕头啊，就这是一个事情。
Om Mandangara Banasadardha.